人资料已经不小心外泄了吗？如果您是 HTC 手机的用户，要特别小心了。网友发现到里面内建的 EasyCard 这个程式，竟然呢获得了授权，可以任意存取您的手机里面的任何个人资料，包括您所在的位置、您的手机的通讯簿等等，通通都有可能外泄，甚至是还可以用消费者的名义来传简讯、打电话。夸张的是，这个手机程式竟然无法移除。HTC 手机外形时尚，品质又稳定，在国内有不少的死忠使用者。不过现在拿起你手上的 HTC 手机，如果有这个与悠游卡公司合作的 EasyCard 程式，你的个人资料可能会面临外泄危机。程式可以读什么存取你手中这些资讯，这些资讯都可以存取。打开手机里这个内建的程式，上头清楚写着可以存取你的个人资讯，其他像是你的位置、手机里的电话簿，还有浏览网站的浏览记录，更还有行事历，通通有外泄的可能。还可以用你的名义来打电话传简讯，不过你可没有说不的权利。不但是内建的程式又没有办法移除，等于强迫窃取消费者的个人资料。网友们讨论热烈，有人斥责宏达电，也有人认为是小题大做。对此，宏达电则表示将不会泄露任何的资讯给悠游卡公司，而且未来会朝可以移除这个软体的方向而努力。对啊。